全球失智症人口正快速增加，国际失智症协会预估失智人口至2050年将有1.5亿人，每3秒就有1人罹患失智症。请问，何种生活习惯不是造成失智症的原因 ？A. 泡三温暖 ，B. 爱聊八卦批评别人 ，C. 患有牙周病 ，D. 长期吃素。来，请亮答案。B 都是 B，B 有也有 C 也有 A C D， 怎么了？写板题，全球失智症人口正快速增加，国际失智症协会预估失智人口至2050年将有1.5亿人，每3秒就有1人罹患失智症。请问，何种生活习惯不是造成失智症的原因 ？A. 泡三温暖。B 爱聊八卦批评别人 ，C 患有牙周病 ，D 长期吃素。来，请亮答案。B 都是 B 有也有 C 也有 A A C D 怎么样？哎呦，这边果然比较不一样。C 的出，这边很团结哦。我牙周病。B 的话，它反而是增，我觉得它会增加失智症，因为他就只记得，比方说我讨厌露露，说我跟你讲露露，他上次又怎么样？下一次见面，我跟你讲露露，他上次又怎么样？这就是失智症的开始，因为他一直重复一个事情。那牙周病是因为他会痛嘛，牙龈会痛，所以他就不会忘记那个痛，那个痛会让他一直记忆起来。哦，我有牙周病，我有牙周病。他有，我记得我有牙周病，所以他东西都会记得。啊，吃素跟所以牙很能解释，对啊，反正就是这样啊。对，真的蛮能掰的。奇骏。泡三温暖为什么？泡三温暖会促进血液循环进入大脑，就是会帮助大脑的血液循环比较好。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就是因为日本人很喜欢泡三温暖嘛，他们都很长寿，所以感觉好像。可是他们长寿，他们搞不好失智啊。他们也不知道，就是我们长寿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吃比较多的鱼。鱼吃很多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来。我觉得不是 A 三温暖，因为呢冷热交替应该会刺激大脑的活络，就是身体的反应。然后聊八卦也是一种脑部就是不断在做动作，对。所以吃素我觉得应该不是，因为吃素其实也有很高的蛋白质。OK， 先给你们答案来做再做解释，这边的 B 好吧？正确解答是 A， 既然是泡三温暖。跟三温暖没关系啊，跟三温暖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其他三个都会。会有这么多失智症哦，那因为我们的全球老人口一直在增加，对，所以以后我们的老年人会老年化，所有的国家都一模一样的年龄，所以失智症。我们确实是要让大家知道，这一题最主要是告诉你们说，爱聊八卦或批评他人，或是性格 A 性格的哈，那就是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分泌。其实只要是分泌越来越多哈，其实它增加失智症的风险都越来越高。哦，这在医学上本来就是有医学证据的。哎，但是聊八卦不是可以纾压吗？对啊，聊八卦看你要看我聊207还是70288。也会啊，牙周病本来就是会哈，因为长期在发炎，不只是影响我们大脑老化，其实很多疾病，包括心脏疾病、心血管疾病都会影响，所以这个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。我天哪！然后维他命哦，就是长期吃素的人哦，其实我有遇到过哈，长期吃了40-50年的素啊，他又觉得很好，可是他就慢慢的痴呆很厉害，而其实给他恢复一下维他命 B12，因为这种人大部分是维他命 B12造成的不可逆的神经伤害，其实失智症。就是其中一种，所以其实啊，有些东西啊，就是要适当而已啊，就不可以过度了哈。OK， 人终究是杂食性的动物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
了。